写歌没词加劲，在地狱生了一场大病，我够了，在外面差不多了，一个走了。我相信带翻进度比之前40%往前走了一点点，其实我觉得快起来它会很快的，但从10%到40%只用了一个礼拜，但是0%到10%用了三个月。鼓是这一排，然后所有的音色是在这个后面，然后我的人声是刚好做一个贴合盖在这个包上去的，对，包上去，我的人声反而是在最外面的。由于语言的问题导致我们沟通上不是那么顺畅。你想要弹个 C 和弦，你调设置也好，说你直接按一个键，它就要配配出。东京和巴黎，刚刚这几个地方。这副歌我还得重新写。重新写吗？那还好，直接听东西会更直观一点。音乐无国界，知道吗？音乐无国界。东京。做这个嘞。今天晚上我们是在东京的最后一个晚上。然后呢 ，K 呢？今天呢，吃饱了，让我很惊讶。第一顿饱饭。第一顿饱饭，天才、啊。他是真的，而且是真的。我跟他沟通就是那种，你懂吗？嗯，我懂了。OK， 这个是不是障碍？这个是不是？对，就是这个，走起来，我们还可以更啊，我懂，更起来的。对 ，OK， 走起来。他原版里面的那个 snare 又不够，然后那个，那你就应该在上面点上有一个啪，那个东西，就把那个点给突出来。对对对，把那个炸开来嘛，满满的，唱都累了，听着肯定累。嗯嗯，你总得呼吸一口气吧，回头慢慢剪，慢慢切，对，中间加一些小的那些，对，抓人的点，对，随意。哦，把这个保存一下，我们就直接做另外一个吧。肯定要给你一个人的时候的弄，我自己做东西也是喜欢一个人做。我只是录个 vocal 给他去对人声轨的，那没问题啊。对，所以我们应该这个应该会很快。OK 呀，没问题啦。再慢一点点，应该是他这个节拍器快了一点点。我一直在创造，我想要的你在跟着学，就算你拼命学个样，你也不是 Johnny J。OK。嗯，没事没事，马上他就不行了，他正在欢迎你。哦哟，不要激动，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好了，我感受到了，感受到你热烈的爱。哎，村长。哎。村长干嘛呢？录歌的。以 CD 和现场为界限的话，这个偏 CD， 这个偏现场，我感觉声音状态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录到这。行。好。不甘心。有没有？感觉有点，没完成任务那种感觉。自己给自己的任务没有完成，有点烦人。
我也不说这一句是什么，就让他们听不懂。这边说的无所谓，反正剧情没有太大差别。如果是 Kira 肯定会说就烧汤啊，肯定没有人能听得懂就烧汤是什么意思，对吧？加点私货来走起，就烧汤。关键是你要很正经的唱出这一句来，你知道 就很难。来把里面空调开一下吧，一场体力活感觉是。这边应该还行，我觉得前面的都可以删掉，把这边留着，对，然后我们再来录。对，这像不像一样确保，哎呀不行不行不行，卡住了一下，再来一遍吧。嗯，再来一个。就在刚刚，这张专辑录完了，我的戏份杀青了。安不安全？里面安全吗？安全的，这个真的啊，安全 clear。门不会马上关上吗？出不去了一会儿 ，clear。你们后面应该是道具车。来吧。之前的那个位置你知道吗？慢慢往这边走。从那个小心地滑的位置慢慢的往这边走，一直走到哪里？我多领教的时候，你就站在那个点。哦 ，OK。你这边已经能拍到我了吗？对啊，当然能可以拍到你了。好 ，OK。那来嘛。到 I know it， 其实是在那边站着间奏的时候 ，OK， 就你就 freestyle 了。抽象的那一种是不是？大家都不懂的那种，只有你懂的那种是不是？是不是？你跟我道歉没有用，我也不需要你道歉，我他妈跟你之间我还需要你道歉，我他妈跟你有什么说什么的我还需要你跟我道歉，我只需要你把你答应我的事情给我做到。没有中文名，你做不到我也不会怎么样，我觉得他妈就是骂你，我能怎么办呢？你承不承认二十八很烂？承认吗？你这个点好像是一种点变相的妥协那种。你正常拍一个剧情片，即兴的部分可以更多一点，不一定要设定好的，我要的是好的画面，嗯，你懂吗？嗯，偏记录。对，它被剪起来之后会更像有剧情，所以你安排的部分其实就是这个部分，你懂我意思吗？但是这个我会把梗先留着，所以到最后我一开门，所以我们还会有一个人，就是到时候我可能还会新加入一个人进来，但是那个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拍了，对。Gamble Life 嘛，是不是 Gamble Life 就是啊，你要敢搏。他陪我去过球场玩，也陪我爬过山，他陪我走过顺的路，也跨过很多坎，那时我不管去哪出门我都带着船，第一次巡演尽管在那时都没人看，现在的看着有点旧，鞋色也有点烂，在家里还有很多新鞋我，因为你并不清楚啊，我拿到我们的投入预算的时候，那是我们目前在做的最高成本的一件事情，担心说，哎，如果这一轮搞砸了怎么办？前两站刚做完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哇，哎，我是不是太高估我自己了？我如果要做巡演，要做这样的巡演吗？我们现在没有赞助啊，没有其他的支持的情况下，面对的状况不只是就是一方面的，是来自多方面的。对，甚至里外都会有各种问题在困扰着我们。我来兑现我的承诺了，很高兴到你的城市来跟你见面。每次打开鞋柜，我看到他，刚买他是我刚搬了家，我一穷二白，那时口袋里的 money 只能算着花，我穿着他压马路，还在想着下个月要在哪住，边犹豫边迈着步，还有大不寂寞要耐得住，但我当时没法顿悟，我不知道能够像是纹路，怎么去跟生活分出胜负，我只希望明天可以活得更酷，那时我还不懂得节制，我只想要买更多的鞋子，盯着我想要的目不斜视，恨不得把每天过成节日， Tik Tok Tik Tok， 时间一直催，发现年纪过了二十岁，在我跌跌撞撞碰一鼻子灰了之后，才搞明白什么值得追。就算你拥有金山，你也不会觉得心甘。我想要，我想要，想要，于是个多了更多清单。我收到欲望机的绑票，虚荣心在跟我谎报。也许我不是真的想要，我发现没有真的爽到。回想起那双让我骄傲的鞋，当我低下头看，它已经变得越来越旧，但此刻它却显得 so shy。我发现每天都有新的旧。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欢迎来到2019年。第一秒，你们看到的人是我。我看到的人是你们。你说巧不巧？Hip Hop 之前一直没有被很多的重视，就有 Rap 会开演唱会，这个是我这一轮巡演就是很大的一个意义，更像是一个类别被重视的感觉。我们前面也有很多前辈，他们在做很多事情，在帮我们在做尝试、做突破。我自己觉得是中生代的一批的，然后往前面走的比较前面一点。我就是在分享一种可能性而已。心会，谢谢你们来我的城市，拜拜。看见了吗？我的，感觉日落还得有一会儿。中山路，感觉跟我们刚才的是差不多。中山路，那狗都已经醒了。现在几点了？6点。很快了，十分钟就掉下来了。This shit is good. 我只想写另外一首歌，讲一个故事的那一种。因为我想写首歌叫《从小想做警察》。从小想做警察，还想做科学家，还想做大英雄，还想做周润发，想做个 rich man， 想搬出808，长大去外面混，没混好不稳家，长大没做警察，也没做科学家，更不是大英雄，也不是周润发，没变成 rich man， 刚搬出808，没混成大人物，还在讨价还价。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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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进去啊？怎么进去吗？来，是怎么进去的？来，这样啊。哇哇哇！声音来了！哇！那可以啊。还有一些我们可以先过着，然后你听了有问题的你就直接说，我们都不用问我。沟通的时候大家就别动手，说明白一点，因为这样沟通效率会非常差。是的。那郭哥回头就是把那个 program 做就收的时候就直接让他收干净。但这就回头计算一下时间，看到哪个小节。其实如果按照刚才我们的拍子，只要我们小节对应的话，我就直接就从头到尾就做好就行，就不用做 loop 了。对对对。就直接弹那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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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还是切着弹，还是哒哒哒哒。对，就不用把它切，然后每个的贝斯也跟着它这个律动。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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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儿再进，就整个乐队进。嗯，从间奏开始，然后。到后面我们先试一下连唱两遍的，但我们现在是一遍是吧，只有一遍是吧，最后对这一遍副歌，一直在加一遍副歌。 对我们先试一下加一遍看会不会太啰嗦。 OK 对，现在这样做的话呢，就是形式上呢我们能达到我们基本需求，但是达不到满意，就是60分没到80分，就是我想做到100分，但是现在只有60分。我们今年就比较有意思了，从 Live House， 然后音乐节专场，然后户外音乐节，然后户外演唱会，然后再到奥体专场。对，奥体。哇，对。
也比较好玩嘛。太狠了，从 Live House 慢慢来呢，我们。这只是个开始。Oh I know it。这只是个开始。Yeah I know it。这只是个开始。一路上看多，一路上听很多，一路上经过很多路高已经变很多。我不想变冷漠，更不想变沉默。我想要摆脱很多问题，但我能否摆得脱？ Yeah， 当初跟着自己心里觉得对的念头，选择想要走的路，直到现实不会对我特别关照。至于为了怎样，我也没个数。我的人生每个剧本，做的每个决定都是即兴，很多时候没有耐心去等，最后发现结果好坏都不一定。那在过去让我烦恼的消息，我干嘛又在意？没有结果，因为还不够卖力。我终于明白了 ，No pain no gain， 在28岁收到那时寄来的快递，也开始受到更多的注视，直到我也成了别人的故事。家人不再担心我会穷破了肚子，但我想要的不仅仅是缥缈的数字，不仅仅是钱，不仅仅是那点名气带给我的。好，肯定是你第一次改 loss 的时候，对不对？是，这种东西就是一次，是不是？第二天你也改词了，只是你没有那个环节而已。好，行，是不是？你第一天改词，然后加那个环节，第二天是词改了，哎，那环节没有了嘛，是不是？给我亲，打个招呼，打个招呼。你好。对呀，我周日能。来看你的演唱会可以吗？不行啊，你要周六跟周日两天必须都要来啊。两天都要看你。因为我两天，我演两天啊。演两天。看两天太累了。不是啊，我两场都在天津啊。太累了。快200场演出，对吧？演出演了快200场。啊、今天也来发水有点紧张吗？我今天居然还有点紧张。还有点紧张。懂吗？对，我今天居然还有点紧张。不要拥挤好吗？小胖胖，再给我一条新毛巾好吗？跟大家打个招呼呗，你跟大家打个招呼，来，过来，过来，过来，不要害羞嘛，跟大家打个招呼嘛，好不好？小胖胖来了，干活吗？如果我自己轮到我的时候，我该怎么样？然后，啊，就是我也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就是我希望我会变成那种我希望变成的那个人，也是变成你希望变成的那个人。啊、我希望、啊、我
我希望我跟你能是好好的，对，我不想再像以前那样在吵架。我是一个脾气很暴躁的人，我的，但我也可以是一个很乖的人，对。然后就是就一个小问题想问你，就是再给我吗？上飞机前还喷了两下呢，用了就有效果是吧？顶不了多一会儿。那之前有鼻炎吗？没有这么严重吗？维续半年，哇，是有点久。每次来深圳，我们都在感慨，因为我第一次巡演来深圳的时候，没有场地愿意把周末给我来做演出，你知道吗？存在即合理，我也能理解，因为那时候他们觉得我们卖不出票。不会有人来看，你知道吗？但没关系，现在再看看现在的 view， 呜呜。所以不只是我，还有很多像我一样在做他们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的 rapper 也好，音乐人也好，大家把很多事情推到了自己能做到的极限，所以才有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样。对，那个时候他们不能理解，现在他们能理解了。That's the reason why we here。出发。今天是我求援的一天，但在我开始我求援的一天之前，我现在是送货员，快递小哥。好，那个你们有快递到了，买家公司是吧？那一会儿你签收一下。先生，你们好吗？来点三个哥哥。是你吗？对，小邓，我给你送个快递，好不好？天哪！我现在紧张到语无伦次。天都要，天都要。哦，真的吗？原来你是你啊！我要看图，的确是你，对吧？It's all good because of life. It's all good by purpose of life. It's all good by fortune and fame and the things that keep messing around. It's all good by foolish. It's all good by pride. It's all good by why we here.场馆它没办法让你直立看演出，
们之前也把它想得复杂过，后来我们就都推翻了。不知道这个事情能不能操作，而且合理不合理，就是只是我们的设想嘛。这场拿来做个试验，效果好不好？牵手了啥感觉？还挺有意思的，其实，是不是？嗯，其实这个应该是那种最近距离的接触了，对吧？嗯，得安全带系上。可能人总会在特定的时间里面失去信念、失去方向、失去牵引力、失去很多，但没关系，只要该在的都在，只要你还有一丝丝的信念，我们就可以把你想要的一切东西。callback Masca 那个有点急，他十二月初要，这几天还得把那首写完。深圳那个台有点抽象，一米多少？两米？一米五？放屁！他本来点是可以弄到一米五的。加了个那个一层嘛，一米八应该。不止。彩排的时候我自己下去看了一下，如果站在后面那块台，前面的人根本什么都看不见。是我的。没有带笔吗？你有带笔吗？我操！你有带笔吗？我没带。你可以找。我拿下笔。我帮你签一下，好不好？这轻轻松，怎么就挑到我了？对，就我们随便挑了一下。因为这个票我一直没查到底放哪里了，我在发抖。可以，没问题。好，到楼下。好，谢谢姐。拜拜。哇，太棒了！我可能也感冒了，因为我今天好像比昨天严重多了。小 K 小帽子倒点热水，刚应该带个保温杯。前面三十秒那个屏不动，上面加画面。三十秒之后，你就慢慢的一边升一边给它加画面，就是鼓停的那个地方就开始慢慢升。对。好。然后今天公安协会开完了，公安是说10:10是一定要结束的。好。10:10，好。问题不大。是少了一天的工期时间是吧？是的，完全往前压了一天。马上这两天情况。还是。各种 bug。那昨天那个通宵。现在没所有的一个通宵，对啊，昨晚上对。只要你一在飞机就飞出来。观感会更好一点，我们可以这么操作吗？垫个10公分的什么东西，应该是不可以。不行，当然我也只是问一下嘛，不了解的。心情非常的理解。现在算了一下时间，我们差不多要开始彩排了。好，晚点我都弄完了之后，我最后留下来我跟你再商量一下吧。好，可以啊。
尽量用老贾那个那个邮寄的那个方面。对，我跟他们到这边说 OK 了吗？还是他们需要再哦，不用找了 OK 了。你问他们自己是不是 OK， 他们自己 OK， 我们这边就 OK 了。我其实问题不大，我再下去跟老贾说一下，有个小问题。如果你太快往前走，他们俩还没走到一起，他们俩已经不能同时出现在画面里面。对，你就尽量避一下。好的。或者换方向。尽量不带两个人。好，你其他朋友行。行。我俩来电。我跟你来电了。Q 这个开场的 VCR。什么？开场的 VCR。正常是正好准时，我们7:30开始播那个 VCR。然后这个时候，哎，我们申建老师在不在？在。哎，好，麻烦了，胡老师啊。我确认完以后，这个脚我会打一份这个单子给大家哈。欢迎鬼变 ，Sub 南京，以后你会常来的，适应好吗？那必须的。那接下来鬼老师要跟 Shock 全面的合作。其实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要在今天办这个演唱会、办这个庆功宴的主要原因。以后鬼变就是我们整个大家庭的了。其实我们同居党是一个很野的一个团队，很野的一个团队，然后慢慢做，然后做到今天这样，其实我觉得挺酷的。Kola 跟 Tina 其实在去年他们就自己有了自己的想法，其实挺好的。从一开始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因为他们之前都是在厦门这边嘛，我之前就跟他们说，跟设计师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的事情，而且就是这样的。Kola 其实本来今天也是嘉宾的，但是因为他。外国人对，依然永远都是下一个音乐，其实就是这样。然后，其实我今天就是特别想说，就是我两个老弟，你知道吗？就是小天跟杨二，对，最近这段时间太辛苦了。一年一聚，明年再聚，希望大家都再来，好吗？谢谢，真的感谢，谢谢，新年快乐。明年就是像北京、香港，看看冲一冲。明年就是还有一张专辑。明年生两个小孩，一张专辑，一个小孩，也小专辑的小孩。我的栏目频道马上要一周年，一路飞跑的行走，叫做2019年11月至2020年4月的世界大劫。视频中他说到，一场威胁全世界各国的灾难将从2019年10月开始，在2020年。
主要的简简单单不过是一笔一画，在同样一张纸上写不同的一撇一捺，怎么可能一模一样。哦，取消了吗？广东省都是这样。哇，那现在演那个线下演出还能办吗？就可能不能办那么大，得把时间腾出来。对的对，做专辑，做专辑。紧张像不像继续的双五年？类似的开场，熟不熟悉？接下来聊的话头不投机？问你牛不牛逼？写的什么 ？Future。牛逼就特别投机，还不够牛逼绝不熟悉。大家对我玩的面子游戏，玩起来特别油腻，特别傲气的鬼话都能说的那么流利，不就是玩？难度不大，不就是被当着顽固不化？总是个长辈的想为你安排好一切的，觉得你满嘴胡话。你喜欢自己找方向感，自己掌控了自己的方向盘，总是能撸在那当样板，怎么才能够跳出这方框？玩那些旁观者，怪你调皮，相互在比较的特别着迷，他们偏要跟你对着干，劝你为了饭可以跪着赚，特别着急，你怪。一人生，他们偏偏爱吃闭门羹，人气吞声，陪着笑脸换了钱，换张名片来加点技能分，他们觉得理所当然，随着时间只会变得更加荒蛮，难道不是活就不活个爽，又不会得个奖，只不过把人生当玩、right? 讲的什么看看呢？叫什么？啾啾是吧？你喜欢啾啾是吧？同样的简简单单不过是一笔一画，在同样一张纸上写不同的一撇一捺，怎么可能一模一样都在活出不同形状？你管我什么情况，管我活出什么名堂，我才不会装着愁眉想红，能出着豪车开着敞篷，只不过你研究了玩够了看透了，发现那个玩家会更爽。 Homie 跳脱的复杂的是意外，发专辑自己卖，只是为了更好的明天。别哈桑，我从不觉得人生是比赛，过程总会经过很多阶段，切换着身份的不同担当。在我低谷时候，你离我三丈远，牛逼别靠过来跟我沾光。你尽管走你的阳光道，我走过我的独木桥。笑给我想干嘛就干，想撒该就撒，谁他妈都管不着。所以都别急着当裁判，只是为了乌托邦而战。我又没去逼你们过来看，干嘛期待我一切会白干？我不喜欢打嘴炮，喊口号随大流打水漂，想要的船我自己造，不怕风越大浪越高兴。走在黑夜里点个火把，条条大路的通往罗马，孤独的冰盘的世界，它自然像一种一种火把，只想把我爱的吉他吸着，只有自在活着我的帝国。既然没有含着金汤匙出生，那就我自己放手一搏 ，right。所有的玩家给我点声音，我这样赚叫24/10，听完我觉得 A 面 OK 的， A 面是我想象中大概那个样子，因为等到整张出来的时候它就会合理很多了。